先生，我不懂，老天还有没有眼睛？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道理？我也这么想。我头有点疼。为了吃好的住好的，累一点也是应该的嘛。柯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带来的钱差不多花光了，为了住这么好的房子而去开那个唱片行，让你一个人整天和那些俗不可耐的唱片，和那些买唱片的人打交道，我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嘛，还不如把这个房子退掉，找一间小木板房，还比较有味道一点。我不是不能吃苦，可要住好一点，是希望别人看到了，认为我们过得很好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并不认为错，可是在中国伦理传统社会里，你是拐带有夫之妇的坏人，而我成了红杏出墙的淫妇，我们都成了叛逆，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会有好结果的。我这样做是安慰自己，也希望静才和那些亲戚朋友知道，我跟你走并没有做错。我们的事不在乎别人说好说坏，除非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做错了。我做这些给谁看嘛？给谁看？骗别人也骗自己。我坦白地告诉你，我老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呀，你不能过我这种日子，你根本就没有忘记过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。我一向说真话，
是不是又接了你的疮疤了啊？我真不明白，你当初跟我走是为了什么？买一张，今天不回家。再买一张，梅兰，梅兰，我爱你。好的。什么不好买？买那些俗气的东西。嗯，哎，你这人讲话怎么那么不客气啊？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管得着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不是说你们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怎么不是说我们？这儿除了我们还有谁？嗯，怎么？说你又怎么样？哎，柯阳，柯阳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儿就你一家，真是。哎，先生。穿的倒像个人样子，什么东西嘛，低级。性格又不能当饭吃，你看不惯就不要来嘛。漆黑的啊，漆什么黑的？你们这儿又不是殡仪馆。奇怪了，哎，我请你来是装修我的房子，又不是你的房子，我叫你漆什么颜色你就漆什么颜色。哦，哼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你出这点钱啊还不够资格叫我委屈听你的，为了赚这点钱来装修这个饭店不像饭店、春宫不像春宫的酒吧，我已经够窝囊了。你看不顺眼是吧？马上拆掉，我钱退给你。要干嘛？我只不过说说，干嘛动那么大火呀？我知道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大艺术家，所以才请你来吗？我只不过跟你商量商量而已，干嘛生那么大气？哎，和气生财。